还能唱舞。咁陳氏太極拳不雷架咧，係由陳清平祖師所創嘅。咁根據陳氏太極拳嘅大架、小架以及結合咗陰陽開合嘅道理咧，而創嘅一套拳種嚟嘅。咁呢套拳種咧，以前陳家溝嚟講咧係秘傳物練嘅。咁亦都係近幾年咧，由陳師傅先至帶嚟引進香港嘅。大家會唔會有機會學到呢、這個秘密嘅武器？基本上我哋而家都學緊㗎，係啊。咁係周師傅第一個咧，由陳家溝咧傳過嚟嘅。咁周師傅咧，其實係我哋嘅師公啦嘅唯一一個入室弟子，傳人嚟嘅，係傳人嚟嘅。咁你見到周師傅嗰打咧，就呢個係我哋叫油界嘅，主要係以油為主，但油入面咧其實係帶光嘅，因為太極拳咧雖然話油，但係唔可以油到咧完全一啲力都冇嘅，咁亦都係即係陰陽平衡嘅道理係咪？因為太極咧係一陰一陽。所以其實係剛柔必須要並重嘅，偏向一面咧亦都係啱嘅。冇錯，我聽過孤陰不傷，獨陽不長啊嘛。冇錯，其實這個呢個太極拳嘅一啲道理咧，其實中醫個理論咧亦都係好相近，特別係陰陽個理論嗰方面咧係基本上相同。咁呢個咧就係周師傅就打幾個拳。